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命和利啊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世事难料人间的悲喜，今生无缘来生再聚，爱与恨啊什么玩意，墙头那自叹息，这挥挥手莫回头，明就做到是时候，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，我潇潇洒洒跳跳大道，我嘚儿一个笑，我嘚儿一个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，我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求得一生的逍遥，我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怎将半刻等今朝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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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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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哎呦，谢谢姐。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，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，名和利啊什么东西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且挥挥手莫回头，饮酒作乐是时候，那千金虽好快乐难找，我潇潇洒洒跳跳大道，我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笑看红尘人不老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，我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把酒当歌趁今朝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把酒当歌趁今朝，又嘚儿一个笑，又嘚儿一个笑，求得一生乐逍遥。爱情你发财，我恭喜你精彩，最好的醒过来，不好的醒走开，哦，礼多人不怪。马家格式前面写上四八二三，后边写上六九军团，中间写上你的网名就可以啦。今天上一半场啊，上半场给你们来个欢快一点的。哎，这个不行，来个这个吧。这首歌送给宝宝们，谢谢，感谢所有兄弟们的礼物，谢谢。感谢拼凑一道哥，谢谢浅浅哥，感谢大富贵哥，还有小 Q 哥，谢谢酒鬼哥。我是不是喝了？那我正常一点，有点兴奋。欢迎一凡哥，是不是一凡哥来了？把一凡哥抱一抱，谢谢，欢迎凡哥。一凡怕寂寞，远出去找快乐，歪歪又喝多。新的主播呀，姿色都不错，不要为了他呀那魂不守舍，做个好主播，不做花心大萝卜，而外上漂泊要经得起诱惑，歪歪主播多呀，金钱惹得过，不要游戏人生啊，迷失自我，小妹听我说，一凡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再来迷惑我，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享受把青春蹉跎，小妹儿听我说，我已有老婆，不要为了每一个那男人都好色，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
不好过，不要为了歪歪把青春蹉跎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为每一个那男人都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还是彼此的匆匆过客。小妹小妹你听我说，不要以为你有姿色。欢迎大志哥，欢迎雨泉光芒哥，还有后进的每一位宝宝们，谢谢小金。听我说，不是每个男人都如此好色，希望你不要嫌弃我啰嗦，退出三人世界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小妹儿听我说，哥已有老婆，不要费尽心思再来迷惑我。现实的生活其实不好过，不要为了享受把青春蹉跎。哥已有老婆，不要为每一个那男人都好色。年轻的小妹儿把眉毛挥霍，最后还是匆匆的彼此过客。我去找一下滴答，那个护士生，一凡哥护士生把他微号给我。叮当妹子来过咱家，你们还有有有有有，我一凡哥喜欢的主播，我绝对神呀！你们能不能一个把这个查一查？好像你哪门？你们哪辈子没有见？天天看见我不美吗？像可下看着一朵花。那我就不是美女吗？为什么一脸兴奋？你们这样，我很死的啊！黄昏会唱啊，会唱啊！好像我让你们很饥渴，一天，是不是看我都看平丁啊？其实你们细看我俩谁长得好看，是不是、啊、我自我取名好的吗？好看了，不开玩笑了啊，其实属实看我是看够了。今天我来匆忙，这个我得承认，然后我刚调一下视频，然后我就往你那儿赶。没事，我怎么感觉？那当然了，你能不紧张吗？因为你是我偶像，紧张，老紧张了。我感觉你说话也是东江的，河北的，那种感觉东北味儿这么重吗？妈妈，他们也那么好好好好，这样我没手，我就感觉有点的味儿啊。真的，普通话确实不太标准。我感觉就是所说的相差不说大差，东北，挺像，我觉得挺像东北的感觉，还特别那什么，特别那个，哎，就是有一个那个叫亲切感，反正我就跟东北人聊天就有这种亲切感。就是，但是我就我们家粉丝嘛，因为我就是天南海北哪儿的时候，他们说话一着急了，我都听不懂。你是东北人吗？哪个的我？我是你东北的北边了。那好，老往北聊嘛，大家都聊得来。住在中国地图上的机关子上，还往哪儿北？哎，好了，不闹了，大家那个唱首歌，准备一首歌，快点开始嘛。然后也是第一次来到菲尔，有点紧张，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照，好。哎，好嘞，姐。好的。你就像命让他失落，注定这辈子会受伤。谢谢。
亮亮哥的气球，还有六六六六六，感谢大哥你在给我戴帽子呀。主要饭太好吃了，在哪呢？还欠大哥什么吃的哥？你们在说啥呢？感谢血狼哥，谢谢谢谢，我是肉撇子吗？是啊，大哥在存气球呢啊，知道了。韩天哥也在存气球吗？哦耶，露塔。浪他我撇子终于把气球弄来了。大哥哟，那个和那个哇，浪他我觉得以后不要抽气球了，就这样刷得气球都比抽强。你说呢？我觉得就是保重的，但是送我首歌《风》，风。你要听《风》吗？还是《疯了疯了》？韩片是六九的。放了放
耐受？谁爱用谁用，我用大哥大。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，疯了！感谢大哥点的多，谢谢韩点哥。谢谢谢谢小智，欢迎后进来，欢迎三天前七哥，哥的名字叫疯了，疯了。没有做粘肉的宝宝哈，粘肉做一做还有1000多个呢。感谢老周哥，谢谢斌哥，谢韩点哥，还有酒鬼哥，谢谢。我这保姆干啥去了？嗯，我这种没保姆了，才发现。谢谢中华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这样啊，来一波龙卷风啊！咱们大家准备好了啊，没有过摘肉的，此时此刻应该过一个摘肉了。从头开始，一首歌结束啊。用着
哎呀，耳朵都要震蒙蒙的，都要震蒙圈了。给你们唱个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山路十八弯，这里的真爱任务没过完。等会儿再来一轮吧。感谢韩片哥，韩片哥，你这个还那个啥呢？谢谢飞哥、雪鱼哥还有光哥，谢谢帕大哥，谢谢小小哥、星空哥还有小布丁哥，谢谢十八摸哥，谢谢小一哥还有裸奔哥，哇，谢谢我福，谢谢，哇，感谢我发的气球，谢谢。我都收到好几个气球了，给我小号卡个马甲，多少号啊哥？你私聊我，你私聊我哥，嗯，或者你个微信告诉我也行。感谢八哥，给你们唱这个吧，这个我前天听了好长时间这个歌，特有感触。放嘴的时候你就放气球，那画面了。
哎，不是，我告诉你，老得劲儿了。啤酒哥，啤酒哥，你一分钟，等会儿。U 盘我U了，谢谢秋天，秋天哥。什么时候送的？小胖U的。嗯，不是，哥你没有收到吗？又丢了，不能啊！我丢了，我丢了，真有！我记得我还给你有图有证据，来，我给你找图。什么时候送？不可能，给你找图。我告诉你，这人可较我可较真了。尴尬了。对哈，你都没有给我地址，我自己给删了。简直牛！小胖，你寄给谁了？啊，你大哥说都没有留地址，你寄给谁了？不对呀，你没给我地址，我怎么给你寄呀？这不怨我呀。你都没有记地址，你怎么能怨我没有用呢？上去我就给你一个反抽，差点我就背锅了。
你就不怨我了，哥。那个哥，你个球啊，啤酒哥啊，啊，啤酒哥准备一下啊，我的大哥记着把地址给我啊，啤酒哥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，这个来了，我的爱你，我爱你胜过心和我自己。怎么跑成 U 盘了？甩锅呢？您说气球事，你怎么拐 U 盘上去了？爱花好，月儿圆呐、啊。
旋律，让我醉，怎么能够忘记？多想再回到当初的年纪，伴着音乐让我想起，这是一段经典的旋律，把我带回那个世界里。多想再和你继续这爱情，不管前途多少风雨，再回到梦里。大哥说什么？疯了！刚才唱过了，一定要有疯了。好了，快查找，再不许说话啊。包装优的，我估计到半道上我就憋死了，又过去就这儿了。哎呀，跟上这个节奏，身体要动一动，摇摆起来，我估计你就啪啪飞人起来。完了，姐，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闷死了。那还别晕了，万一跟我人工呼吸咋办？严肃，直接埋了，让开让宝宝，宝宝会急救，水啥呀？牛氓，猫留着。我估计这个，但是都是喜欢听我唱的歌，都基本上开车比较喜欢听。到时候，基本上都是吧。我看，凡是有我 U 盘，基本上都是开车听比较。那油门你就搂吧。我告诉你，大哥都怎么开车啊？嗯，韩片哥。我估计听完这歌都是疯。
要不然怎么能感觉听这歌的那啥呢？后边一瞅，呜了吧去！哎呦我去，这司机疯了！你说对了，我坐车。好尴尬呀！感谢卡片哥。那你司机不会是这样开的。我不会开车，踩油门哪个脚我都不知道，哪脚油门，左脚刹车，右脚油门，是怎么回事？尤其我们家好多就是大开大车的都喜欢听我唱歌，所以说一听你唱歌老倍儿精神。尤其是牛什么牛疯了疯了这种，感谢钓鱼爱好者哥。开拖拉机，拖拉机有音响吗？哎，你别说，我看见摩托车后边挂个音响，估计拖拉机也可以放个音响。我看啊，我估计都是这种拖拉机，对，就像咱们这个曲儿有点像。完了，放上这个。为什么叫拖拉机？得有配合着这个什么？拖拉机不都是这样坐上面不都这样吗？我不知道你们坐啥，反正我家那拖拉机坐是这样。我开过拖拉机没有？但是没有，我会开拖拉机，不会开别的。曲儿特别好，就是你们会开拖拉机的时候，咔 U 盘起上，它音响起来的时候，它音乐起来的时候，你就，我配合一下啊，就是这个音乐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的哈，可以这样的，就是我不知道我们那个拖拉机的是不是那种摇的了，是那种钥匙的，就是你这么拧着的，配合好，完了你再曲儿一走，一打。二档，三档带一下，直接四档。我估计好像就四档，没有五档吧。感谢，人哥。倒车我不知道咋倒，直接飞了，不能。我一就做完拖拉机的时候，就拖拉机我们家农村的时候，拖拉机有个斗后边就是拖拉机，完了中间一个杠，完了是一个斗，你就坐斗上，你就那能给你颠飞了，哪有这样式的，基本上就这样，那拖拉机的后边坐老颠的了啊。拜拜十九哥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不知道你们做没做过，还有的就是拖拉机后边越往后越颠，越往后颠的幅度越大，就这样，太真实了，就颠成这样，可颠了。这个我这这样慢悠的都是那个都是浮夸，真正做的拖拉机哪有这样的。你颠的你都杀了，你就看手机都看不了。秋天了，回家 P
屁股就是哪疼，就是回家坐完四轮子的时候屁股是比较疼。半瓶，谢谢，先走啊，去江南呀。飞机等于一个碎片啊！
完了是一百架飞机等于不是，就是一百个十八组六六就给一个飞机，是吗？那我加的那也是假的，我没有加你好友，我YY上没有加你好友，咱俩有微信。刚来的 YY 吃个第二，三个任务给五个碎片可以换气球，三个任务给五万碎片可以换气球，到时候我也研究研究这玩意儿是咋弄的。这是刚出的吗？哦，知道了，有事你微信我。十架飞机等于一千个碎片，那几架飞机给个气球啊？它是。十个，就是做完任务就是就给气球吗？是吗？好多，是吗？那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吗？这个合适吗？兑换，这个合适吗？划算吗？比抽气球划算吗？感谢叶秋之哥，欢迎华哥，欢迎华香哥，谢谢，好久不见。划算什么？刷两万给一个啊，白给的啊，他白给的那就划算。这个就是说明你一天最低消费就是两万，能给你个气球。厉害了，我的官方打的，哪个多哪个少？感谢一个秋之歌，漂亮了是吗？云想相守一辈子，说好不分离，相亲相守一辈子。气球是白色，其实也算是合适。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累计呀、啊？假如说今天我刷了十组，明天我刷了十组，不一天刷行吗？啊，脾气哥找你，你别哭，就划算。脾气哥找我哭啥呀？啥事儿都这么神秘啊？啥事儿啊？感谢叶秋之哥，哎呦我去，叶秋之哥，你也在要这个免费的气球吗？反正免费的气球得是总比那个抽气球合适。他这个东西累不累计吧？就是今天刷十组，明天刷十组，他是累计的话就合适。他要是一天，他是一天一清的就不合适。累计合适，那你们都可以啊，兄弟们。那这个不，这个买卖是赚的呀，就是你们刷的时候一定要刷十八组，是不是？完了它就累计了，你们不要刷一组一组的，或者十组十组的，要不就刷十八组，这样不就累计了吗？是不是这意思？五十个啊，还有中的大的。嗯，大哥让脾气帮他叫你退晚上飞机，什么大哥要去找他还钱，吓得脾气直接下播了啊。对我试了多了，刷多了白刷，哥哪有白刷的。别查查，没有，我知道你是想给我刷，不是奔着气球去，
完了，我卡住了，我掉线了，我为什么卡住了？我怎么看不见你们说话了呢？喂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好像是卡住了，我下了啊，好像是卡住了。感谢一夜秋之歌，好像卡住了，哎呦，卡不能动了都，哎呀，怎么整，卡成这样了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哎呀，这卡的都卡不住了。好了，感谢西明哥，谢谢，卡住了，完了，动不了了，啥也看不见了，完了，那好吧，那我就那个下播了啊。李哥，我下直播了啊！完了，明天见，兄弟们啊！拜拜们，老铁，谢谢，感谢。